方文新闻报道，大家好，我是方文。这个节目我要谈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肯德基进入中国以后，两次给中国餐饮业带来的冲击的时间和内容。第一个冲击是1999年6月24日时候。肯德基的最大北京前门店，用各种传统装饰，像风筝跟剪纸，使外表看起来很中国化。这就吸引更多中国顾客，因为他们用餐的时候感觉像在自己的家里用餐。第二个冲击是从2000年开始。肯德基推出很多新的中国特色的食品，就吸引很多顾客，因为这时候一般人都比较喜欢吃传统的菜，所以这新的产品满足了中国人的口味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肯德基的四个产品，为什么说他们带有中国口味？然后发展产品什么影响？这四个肯德基中式产品是芙蓉鲜蔬汤、榨菜肉丝汤、越味古老肉和老北京鸡肉卷。这四个产品带有中国口味，因为人们吃下来尝到所有中国地区的风味。发展中式产品的影响，就是提升了肯德基的人气在中国，因为这些产品的口味符合中国人的习惯。然后，终于，第三个问题是比较一下肯德基1973年和1985年两次进入香港在广告词、价格和服务，然后各方面的策略上有什么不同？肯德基1973年第一次进入香港的时候，他们很信心地用“好味道舔手指”的广告词来促销，可是没有多2年，每个家店都关门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肯德基没有了解香港人的文化和消费心理，那时对香港人说，肯德基的广告词没有风雅，美术服务没有适应华人的用餐习俗，及不高收入的香港人觉得价格太贵。过10年后，肯德基1985年决定再次进入香港，伴随着新创的商业策略，肯德基这次成功了。他们增加了各种产品及甜品和饮品，然后食品价格被换到年轻白领的标准。在服务方式，肯德基还是有自助服务，但每个家店现在有座位了，所以变一种高级的餐厅。肯德基的新广告词“甘香鲜美好口味”也终于被风雅的香港人接受了。那这就是我的三个问题，我要谈。谈完了，所以谢谢大家收看，然后最后我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红包拿来！